卯秀新讯息，你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机会。光之友们，我们带着极大的爱，在永恒的光辉之中问候你们。在意识中前进并扩展，你最终会意识到，你不再处于睡梦中。你会清楚，你确实已经觉醒了。与曾经带来痛苦和困惑的环境分开的感觉，最终会带来清晰，因为你建立并实现了一种脱离，离开你曾经认为是你的生活的幻想。你不是那些在噩梦中看起来如此真实的问题。一直到时代的最后大转变之前，关于选择，总是可以选择离开幻想，并继续追随真理与光明。你总是有选择的，光明之路将永远召唤你。在不断变化和允许意识扩展的过程中，你一向都是集体中的一员。与光之星际种子的连结越紧密，和平的体验就越美妙。在当前的这个认知点上，再一次的，你已被给予短暂的一瞥。你自己的神圣本质，就像旋风中平静的风暴之眼。这个体验将被记住，并将在你的光辉之旅的剩余时间里，让你难以忘怀。除非你选择感知自己在这出戏里面，否则你不会在其中。实际上，你在观看这出戏。你所创造的幻象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某种程度的觉知和认知。对你的骄傲的每一次打击，每一次令人失望的结果，都不过是你自己意愿的一个工具，以便在最需要的时候映照出你自己。你已经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机会，通过行为看到自己，然后超越它。因为超越了在这些时刻中你所能领会到的东西之外，是那个你源自其中的天堂。这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，我们在永恒之中与你坐在一起，微笑着面对所有的行为和反应。这些只会把你带回自己，带你回到你的朋友和家人身边。你在光的载体中回归完美的爱。你们是伟大的，我们向你们在无限之光的旅程中的努力致敬。我们是卯秀星集体，让我们一起照亮天空。我们在爱中崛起。